那些视频你就可以了。认为或者被以为是一种就是基本的一些技能，其实不用让孩子去学习的，就是最简单的。我最近想到的，这是一个写字，写字。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奇怪。我看我们每年学生啊，那个在就是写笔记，然后到考试的都是要学会写字，但是其实你现在用电脑或者你用 iPad 玩。15秒的样子哦，15秒。